清末明初，中华大地列强环视，军阀割据，世风日下，民不聊生。我们到外面找个地方比试一下，谁赢了才算有本事。师父不许我们自己人打架，你小子就会油嘴滑舌，开招。哎，这啊啊，你小子就会耍嘴皮子，什么叫无招胜有招？有种的跟我走。这就是你的无招胜有招吗？挨打也是一种学问，那我倒要见识一下。呀！什么人？中国人。把达摩像放下。为什么？这是我们中国的国宝，如果你放下，我就放你过去，如果不放下，得看我的拳头答不答应。我今天就放你们马！你们要知道，中华儿女不是好欺负的。对对对对对！哎呀，好！
去哪儿了？我去拿了件宝贝。哎，安英姐，说，到底是我，由我给你做保镖啊！鬼精灵，他点子最多了。那又怎么样？好了好了，别说了，马上就要开始了。